来，电话声音要关。来，分享可以慢慢选。慢慢来了，没有？今天我们actually我们没有迟到，我们是8点，我们8:27就到了，还有3分钟喝水，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来上厕所。对，他刚才肚子痛啊，吃错东西。哦，你妈的，不要大炮，我妈，你别在这边还喝水等他们呢。王大炮就是我。哎，陈少伟，为什么这两天不见掉？我要问你一个东西。哦，因为我时间不足。等一下，苗民手卡正啊。手卡正有没有脸比较美？我还没有看呢。师母，给他看。我没有看，我没有看。师母，看，来来来，看。我们刚才带他去搜一圈啊，眼睛很干净的。来，有没有比较亮一点？你看。你电我了。电他，师母电他。OK， 我站在这边啊。拍电他，电他。看他讲电啊。嗯。等一下，我们分享先啊。哦呀呀呀！我们分享先，我们分享先。我们分享了，享我看我老婆怎样电我，好不好？我看我老婆怎样电我，好不好？等一下，我们要分享先拿大家 ，everybody now go and 分享 ，OK？ Go to the live and the press the share。Wait 啊，我要换那个 account。OK， 分享，分享就可以了。分享的啊。啊。OK。来。来啦。不然等一下我跟老板讲啊。讲什么？1万人啊，我们送每个人50块。Credit。啊，可以了，这边啦，免费用，跟老板讲。不是，一个人，不是不是，等一下，我们做完啦，赶紧啦，该老板你别自己挖洗，我们这边第二次了吗？啊，对。老板跟我阿个了吗？我可能送10个人，送20个人。师傅，你的这个姑姑们碰到我。到底有东西吗？一条毛虫怕到这样，没有，它不是一条毛虫，我感觉到好像有鸡蛋，鸡蛋，恐龙，它以前、oh、它以前不会这样的，它有肚肚，你不要骗我，因为你穿军有感觉没？有，军的不可能感觉的，有 ，no， 我的军是薄的 ，OK， 我不要，我不要。不可以，没有，不可以。你来，不是因为这么，他的是薄薄的，你的菌可以的。感觉到哎、欸。没有啦，你妈的啦。你的裤子这样薄。没有啦，感觉屁事啊，我。还是什么？你看有没有穿？没有啦。没有穿。再。十句又来了。你要怎样分享？你笑都没你吧？你我看你的新闻，你们搞笑不啦？15分钟内卖八。厉害吗？厉害，我朋友都来问我，全部都在讲。为什么你知道吗？便宜。咦，真的好穿。它是便宜又好穿。那天我有那个的 ，right？ 那天我大理没有网的，没有那个，没有什么都没有，就 normal 这样。对对，有穿。有，它那个有。对对 ，I bigger 哦。呀，有一大一点。呀，因为它是，它的 padding 又没有。对，它不是贴的。所以我真的是一个 B。为什么你知道吗？它为什么你知道吗？它就是它下面这边不是它塑胶的，塑胶这样给你夹上去，很紧，夹的那种塑胶不是铁的，它是塑胶。所以它把你全部的肉哦集中在一起，它就这样。OK， 那你的 unbeat fat 哦，你 unbeat fat 它会真的整个 keep 住，那你怎样动它都不会跑。那你晚上睡觉的话，那你就是这样抱住了，真的就。我就很少睡觉，很少摸奶牛，现在很少摸奶牛。等下摸它嘛。干你那两个图哦，我那图皮。访问你吗？真的，我没有看到那个内衣。我私被我私人的事，他都要问。我们好奇吗？好奇。没有啊。不是他的奶奶，他不是，他是这样整个 clip 的系上去的，所以而且是什么？28块，新币才9块。28。9块多才9块多金币而已的。哇。九块新币而已，所以不要买。啊你呢？今天没有卖内衣，没有了，今天没有卖内衣了。今天要内裤脱，会真等一下会真要脱衣服给大家看，真的吗？你们要看吗？我怕等一下我脱完没有人看的，等一下我的游泳圈全部跑出来，等一下脱没有关系的，他们要变装。你们要看会真脱衣服吗？不要啦，不要。师傅，我觉得你今天人数有问题。他就上来那么慢哦，每次我们都是乒乒乓乓的，不用急，我们多5分钟啊。师傅，你是4分钟1碗的人。对的，我。哎，真的嘞，我们是4分钟，哎，万万跳了，真的。4分钟1碗的呢。
真的万万漂亮。那你可能四分钟，现在3800而已。什么是什么是？叫来了。什么是？你们讲什么？四分钟跳一万。连啊连啊连。四分啊。啊连，你看。我来给你们看呢。哎，真的流量哎。有没有？有吗？侧脸侧脸。师傅有没有？来来看，来世界，来来有的上有上，上啊，快点上，又上上，好再把脸这样上，哎，还上一下，哎，哎，刚才你们讲什么？电眼是吗？电，师傅师傅，等一下，师傅，我说我现在你眼睛比较亮了哈，你没有看他感觉好傻喽？对了，我给你看喽，对了，看他有没有？哎。我来到这边好像遇到一个色狼了，终于他的狼啊，这样我有电到他是吗？你问了，你问我什么有什么改变吗？你问一下了，你问我，你问他有什么改变？你问他，没有你问他有什么改变？今天看我哪里不一样？给你看，舌头收起来，拜托，舌头。不是，没啦，肯定认过了。他有放 lipstick 哦。不会的啦，不会的，我不喜欢 kiss 到演技的。哦。不 kiss 到。哎，你们要快点，快点，快点 share。哦，你不喜欢 kiss 演技，就是以前你 kiss 女孩子，你偷偷 kiss 都没有那个证据啦，因为没有演技。没有。他不是 kiss， 他是整个吃掉。我有什么改变吗？来来，看你注意看。真的，你看他眼睛，看眼睛，有点巴老老这样，哪里有老老老老啊？你才巴老老啊！今天他缩上去了喂，蛮大的那内衣。他今天穿 new 新的内衣。哦，那天买的。I think so， 好像是。我摸后面就是。是没有线的。这个我没有。啊，摸。我跟你说，我太太内衣啊。我这样拖一下，看会不会掉？你是要打你？你看眼睛，看看不到，你对手千穿回去吗？不是，你拖那个会出来。不会，因为它小小的而已，跑不掉吗？啊，跑不掉。看到鱼眼睛。哎，6000呢，我马上脱内衣。OK， 没有啦，没有。什么6000就要脱？没有啦，一万表6000不够，不够。你希望一时跟我，哎，我错把话题。一秒。你是啊？当然下的时候一秒脱内衣，一秒脱内衣。我那天是15分钟卖8000，他是脱内衣高手是吗？我们要摸一下，我是在哪里 ？OK， 一秒。哇，一秒，我都是按那款，好，辣就是糖料，薄就是薄，要不要？要分享啊？6000要了哎，要6000了，6000了啊！分享分享。没有，有一个日本的，他们有比赛，就是脱。慧珍，你今天好像穿没有带的哦。然后呢，脱了会掉。不是，我今天没有带了，今天没有带，不可以，今天没有带的，没有带的会掉掉完，会掉下去，不可以去。啊，你哪在我们那边讲解？不可以，这个难脱。不可以，你这个我做不到。真的吗？找不到。不是啊，很大很那个。三个货啦，三个货。四母到五个。摸摸你，我们很摸你啊，摸你，来你摸摸师母。他有两个，嗯，会在你一个货，三个，跟我一样，三个，三个很难脱的。干你了，现在研究怎样脱内衣，好吧，我们现在脱内衣，好不好？一秒，快秒，5秒，好了，一秒了，快点，很容易脱的。我不动去嘞，我这个不可以的。因为这边很难，我要不是他在靠那边的吗？靠住前面，靠住了，然后用手，这样啊，用手的吗？这个是什么？老，你会老的火呢？你衰衰了，什么后？你衰衰了，会落下来。来，衰衰了，会落下来。没有，不是衰衰了的问题，是他什么卡？他今天不会的，不会，我太了解，我太了解。不会哈，师傅，我觉得他应该是有放地球背包，所以他不敢做。会，会掉。像人家这样啊，哦，不会绕了，不，那个灯，还，因为我们不是多亮，所以不会绕了。师傅，你是最近刚刚看是吗？不会绕了，哎，昨天少了，上，快上，上，昨天刚刚看，所以还很新鲜。还一直叫人数看，上，他没有叫林北这边上。哎，不可以。来啊！七千的，来，我们刚才一秒这样手下去啊，七千这样，这样，我这边我给
我这边这边 OK， 我还要顺你啊，师傅不要，你要用左手，用左嘞，我还要说他是我选哪一边哈，他的红在这边，我知道他转过来这边可以吗？所以我要什么要顺他，怎么顺他，天亮了，天亮，这下这样啊，这样不要，我还要给他。看你呢，我们好像在研究，我们在研究要怎样开，哪一个手比较顺？请问哪一只手？左右手，右手。他内衣已经怪怪，没有，你哈屁住，哪一个比较好？我觉得他内衣好哎，我们要用加醋，因为爱一直在用多醋，一起卡按那块。啊啊，因为他不是这样啊，对，他这样我加醋了真贵。对，因为这我多醋个港口，所以右手啦，右手。在七千多，在七千多人面前，我太大把内衣，全新嘛，谁敢这样做？现场直播，现场直播脱内衣，那天是现场卖内衣，脱内衣。跟你们讲，今天我去弄到美美她。破你的内衣，我没有美，我没有，问题是我没有美，你们看有没有美一点？有吗？来啦，进水啦！他的手肮肮脏脏，你这样刚刚弄美美嘞！我爸爸讲，等一下奶奶掉一边下来。来啊，看我脱太太的内衣啊，好不好？一秒，我们来说。一秒呀！现在是现场教课吗？教学没有。Right hand, right hand 不可以的。你要 level up. She stand like that, right? Hey, you don't teach him, okay? Shut up, keep quiet. 你又还没有帮我帮他吗？没有用的，你打你打你。啊！明白哟。不要我笑。师母 ，I never, I only have to see her like that or like that.Slower, OK 啊 slower, 我们就按了我们答应七千人了我们就换了啊换了啊拜托哈 18 and below 不可以看他啊我们一下而已啊好不好我们就来学我们就来学我们啊不可以学啊因为这个是我们来学现场教学那我就 stay back everybody 准备啊准备啊你们要准备啊你们高了没有动的啊我没有动的啊没有动的啊 5, 4, 3, 2, 1, GO! 我讲不够好不好？亿万人们，姐姐，我跟你讲，他一下去，你一巴掌他啪，他两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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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
我们不能这样，我们四个人，我们刚刚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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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刚
我觉得他这个游戏是故意哦，我们要给他输还是要给他赢？要给他输还是给他赢？好不好？我们给他赢。OK， 好 ，OK， 我们赢。赢的人啊，就是我赢嘛，对不对？阿哥，我没有 bra， 人家叫你没有 bra。没有啦，我们那个卖掉了啦。所以，哎，大家看一下，我们输的人啊，你可能摸他头发，我们赢的啦。等一下，摸他的这边啦。玲玲姐，哎，玲玲姐，刘玲玲姐，欺负我，他跟我，他拿我的那个他比。不能比，他那能叫比？不能。哎，只有刘玲玲才能比而已。还有刘玲玲才有的比而已，刘玲玲20年前的，对吧？来，我们现在不能画，我们来看看，每个人要给大家证明什么？那朵无闹无闹出的怎样了？啊是闹些臭万人嘞！啊是啊是掉掉掉，了讲上好了，我了啊是你闹些臭。所以这我们不可以太早讲，因为我们现在是属于在无呢，如果我们无呢又无闹，更无到，我们就真的三个冲到完了。我现在。我们两个很闹亏。OK， 我们今天不要说刚才那个话了，不要。所以我们要赢了，我们要赢。我们不要说摸那个，那个是开玩笑的，好吧？我们今天挑战她这样漂亮，你看今天 make up 到，你看多么漂亮。我们今天讲接龙，可以猜了，可以猜了，可以猜了。哇，变秋嘞！哇，你们可以来这边找她呢。哎，你当然。哎，来这里不可以摸奶奶。Oh no！ 她叫什么名？雪莉呀，雪莉耶，雪莉嘞，真的名还是假的名？真的真的名，他叫
谢丽啊，师傅会叫你看看奶奶，我只看这个这边。结果我不是看到，名牌我不是看到你，不是看奶奶，我不是。花啦，你看他，这个有前途，这个有前途。师母，你看你老公。来，我们来，我们来。都垫不到他，他口水就到这里了。我们来玩三次啊！师母，他整个衣服湿到完脸。我们来玩三次啊，好不好？输了就没有得饭了啊！两个字啊，他们问你有男朋友了吗？有，没有，他没有男朋友。没有，上次来没有，现在没有，没有，我包了嘛，包了那么多个月，那都包他了，而且。还有男朋友什么？来，我们这边是哪里啊？跟大家讲，这边是哪里？有人问。如来神教。没有这个地方。如来神教，肯定那今年那多的不闹。在 Plus Bazaar 这里。我那个酒店的名。Rendezvous Hotel。你在西北拍酒。我们在听 Rendezvous Hotel。妈的 Rendezvous Hotel。Rendezvous。来了，我们今天呢？来，我来玩一下，好不好？要给你猜一下，有看过我们的直播吗？有，很少。很少啊！我们今天就出发了。你的花也不错，我们接龙，好不好？我们接龙，要快的就三个字，快的就要三个，两个字不会死的，好不好？我们就玩。三个字，三个字。比如今天是按摩脚嘛， okay. 脚部按摩嘛，好不好？我们就磨，好不好？啊。脚部按摩不是十个字。我们喵喵，我们拿最后一个字啦，最后一个字要玩如来神脚，几个字啊？我们玩几个字？我们要几个字？三个字啊，随便都可以啊，随便都可以，随便就像啊，对，但是第一个字要一样，如来神脚，脚底，脚底臭，脚底臭也可以，你要接臭，臭，好不好啊？啊，接一个最后一个字啊，没有灵敏字啊，没有灵敏字的啦。好不好？我开头三个字的，要三个字啊！我走这样喽，走这样，他最后了，我觉得了，因为大多数是那多不闹哎，我觉得他会输了，好不好？哎，我们如果不那又不闹，我肯定输了，你当亏的。我们已经玩那么多礼拜了，好不好？来，三个字啊！师傅，你小心不要太靠近我哈。如来神脚，脚底按摩，脚底按摩，磨四个字了啊！磨身体。没有，要三个字还是两个？三个字，四个字，三个字。你脚底按摩做梦，你错了吗？要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你让我讲有没有灵敏？你讲弄灵敏。没有，三个字啊。彩排啊，再来啊。我这边因为今天这边是如来神脚嘛。啊。如来神脚。脚很痛。脚很痛，痛，一、二。痛你妈！可以吗？成立吗？痛你妈！好像没有这个字啊。没有啊，没有痛你妈，没有了，痛死了，啊，痛死了，为什么痛你妈不可以？痛你妈？没有痛你妈，骂你妈痛才有，你妈她叫你讲的啊？没有，好了，没有了，没有了，很好玩的，没有，很好玩的，你不讲没有话，话还不要话，啊，那会动的，没有，你讲，你给我讲摸，对，那你讲摸吗？多一次，多一次，为什么很乱啊？今天 OK 没有？三个字啊，最后一个字接下去的 ，OK，OK， 完犊子。等一下有画画还是摸？是画还是摸？画什么？画画。师傅讲他要画画画画画画画。完犊子，加油！来，我先开始啊。第三次了。计算机。机场。鸡鸡丝饼。鸡丝饼可以。饼。什么饼皮大？饼皮大，饼皮很大，的意思。我饼皮大，饼皮大，饼皮大，大碗，大胸部。OK， 大胸部，不，布洛格，布洛格，格子大，大大大屁股，姑姑。Ha ha ha!
被第一次笑到肚子。如果刚才他讲咕咕叫啊，咕咕叫，咕咕叫可以，我们讲咕咕叫 ，OK。那给你多一次大屁股，他新人嘛，大屁股，大屁股，咕咕叫，叫叫啊，叫什么？大家好，好不好？六是好，来，好运来，来，一，来，幸运，运气来，来，一、二、三、四、五、六，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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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可是他败了嘞，十秒啦，我们十秒啊，可以，因为他胸部比你大 ，no， 我不是，他胸部比你大 ，no， 我不是，他赢，他赢，他赢 ，OK， 来什么？刚刚什么？来我家，来我家，家里坐，坐屁，坐椅子。子孙好，可以，好，一、二、三、四、五，来，好，可以吗？可以，他胸部大就可以，妈的，到了，来，一、二、三、四，来夜市，一、二、三，事情好，好运照，一、二、三，照顾你，好，照顾你，对。你好吗？妈妈好。好你吗？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妈妈，我讲了。OK。他可以弄，就是他奶奶大。这不讲一次来没有人输。不是他奶奶大过你们，他有优先权。OK。妈妈，奶奶大的人一定有优先权的。奶奶小没有抛到最后的，妈的，我一定要中一个人的，好不好？到什么？你讲话。妈妈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嗓子好，嗓子好歌声，声音好。我的两个徒弟的奶奶势力大，没有你们毅力，他很 jealous， 他们两个很吃醋，他每次看到他们变态，他们看到胸部大的女孩子，他们就不喜欢。OK， 没有关系，这样子是换我，你要换哪里？我换哪里啊？你不要一直看他奶奶啊，你这边啊，上面两粒不是下面两粒啊。上面两粒，你不要错地方，我可以打。因为你一直标我们没有看到啊。Excuse me， 一米距离。哎呀，一米距离，你看。如果超过这个线，我报警啊。你看，你的手不要这样这样呢。啊，你忘了。这个叫什么？你知道吗？幻想。不是，那个什么枪剑啊？那个有一个叫什么枪剑 ？Mandarin。不要了，它很漂亮，没有。看上面两粒啊。你看见没有剁掉你啊？师傅，这个我下手下不了，我下不了，下不了。我们换巧了，师傅你很笨的，我下不了这个，我就一点点。那行，我们有也是有分化的。OK。没办法，我要救你了，救不到。哦。我这边的就好。刚才这位姐姐，你看。
多么漂亮！你们要，我们没有乱乱来的。刚才各位美女跟我们讲，哦 ，Seven Eleven 有的卖卸妆，有你都可以去买，记得买。他叫 Sherry 啊，妈的 Sherry。看看刚才那个鼓大屁股，他接咕咕不停的是最好笑。来，我们 steady 的三个人先画到来啊。OK， 刚才没有口红哦。来，看前面，看前面，看前面啊。这里很好哎。我帮他涂。OK 啦，你他妈的人家我们来人家的地方嘞。但是他不给我们出去。对啦，不要跟你讲。哇，哎，看你按摩。还没，一面倒，小二，一面，别等一下，他帮你去的。你看，一面倒，你看两个。乔，你想清楚的下。你几岁啊？23。乔，你几岁？21。是不是我？我还没有生日，他也是还没有生日。你几岁？我的身体像18岁。啊，真正年龄几岁？真正是24岁。就他们三个年龄都一样。不一样。啥呢？奶奶不一样喽。没有。来，他是98年。画，不要讲画画啊。98年啊，我们既然同年哦，可是生出来一个天一个地，给你一个哈气。OK 啦 ，OK 啦 ，OK 啦 ，OK 我们玩完了。我们今天不是，因为今天要介绍什么？他在什么地方做工？你自己讲。如来神脚。如来神脚是做什么的？按摩，按摩脚底按摩啦，脚底和身都有啊，没有肮脏的，没有肮脏的啦。No BB 呀，因为这一件还要给人家信用是什么 ？No black color， 它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case trust，case trust，case trust 就是你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去 claim 这一间公司。对，所以这一张是护身符，政府批准的，这一张还是政府批准啊。没有这一张，因为他们24小时，所以24小时多数这个啊才有这个，你才信任。对，可是我们这次呢是开从下午12点到晚上4点，凌晨4点。对 ，OK， 然后呢，我们也是不同的那个按摩院呢有分不同的 level 的 ，OK， 就是说我们有分好像Cat One 啊，还是 Cat Two 啊 ，OK， 有些是要有批准啊，要 Cat One 批准的呢，你们才。还可以开24小时，如果你们外面开的话呢，是不一样，不可以的。所以我们不可以讲外面是什么的，我们这边是正统的，等下带给大家看。然后我们现在呢是在 Rendezvous Hotel， 就是靠近兰发星。来 ，Coolen MRT， 我们要给我们的慧珍去体验，慧珍跟回来去体验，去体验了，去换衣服，换衣服了，要穿内衣吗？我不知道，我不要穿的。WSQ 啊，全部是有经过我们的就是全部有啊技术课程啊，就业技术课程，全部都有 certificate， 全部都有来做工的啊，没有这个我们不能啊，所以这一件事如果你夫妻来都可以。哎，刚刚有人问 whole body massage and leg one time can do they got a very good promotion？ 我跟你讲，几倍便宜，连我自己都要做，我真的。你相信吗？我现在叫普通脚啊，我普通脚而已啊，一个小时按摩脚，一个小时 body 按摩，还有加刮痧，或者是拔罐。为什么你拔罐要削皮？啊，拔罐没有，他刚才那个是磨脚皮给你选，那个是不一样的，那个是脚底按摩。我觉得我今天一定要推这个，你知道吗？他们按摩一个脚一个小时，再来按摩一个小时。再来，你要拔罐还是选择刮痧，你随便选一样，就把控我。没有一条龙 ，no 一条龙。啊，一条龙有，等一下有，我叫老扎波来做。那个冰火那个是什么啊？冰火那个是一条龙了、啊，你那你也会啊？那个那时候他们教我的，他们讲那个很好。他们讲镇烧水才镇冷水吗？不是咩？真正的不是这样的。是怎样？真正是我们坦白讲啊，这边7000多人，那个冰上就是他口含住冰，人不可能，我看见了，我讲不下，我讲不下。
他妈的，这我讲不下，我讲不下，别的我可以讲，这个我不可以讲，好不好？来，我们先去看人家怎样去按摩先。好不好？看人家怎么按摩先，而且今天很多，有很多，我们一样一样讲啊，一样一样讲啊。来，我们就直接带你们进去啊。Let's go。我们这边呢，一来的时候啊，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换脚。现在不用先聊。啊，现在不用了，大家都知道啊，不用进来，不用了。所以你在这边也可以换，要脱鞋，来这边就换衣服的。啊，这边就换衣服的。啊，不用，你怎么你怎么？这边换衣服的、啊，来这边换衣服的、啊。不是，这是放东西的。放东西呢、啊，这个放东西呢、啊，来。换衣服。来，那这边就是我们按摩脚的。哇。按摩脚的，对不对？啊，按摩脚的，等一下啊，哎，有没有人跟我按摩？哎，按摩脚。有没有人可以帮我扒我的死皮？帮我按摩脚啊？有没有？有啊，刘华，等一下，好、啊，那边有人，他要来，按摩背部，来，这个，好，来，你叫什么名啊，大哥？啊，叫什么名？我叫王雷。啊，他叫王雷，嗯、啊，对。的爸爸、啊，对不对？看到这样大只、啊。为什么他叫大哥？对啊，是的，我的阿哥，你都看不了，他很短的耶。说短的。兄弟，我问你啊，你这样按憨，哎，好像是你要用很多力，是不是特别要处理？因为它的肥肉比较厚，对吗？是不是？哇，多你这样的，好多肥肉，比较多肥肉哦。多肥肉哦，这个你要用很多的力哦。对。比平时要多几个力。我们这边有男生的啊。我们全部是正统的，而且今天我跟你讲啊，你下单是西北便宜，西北便宜。嗯。多便宜。我跟你讲，叫王雷来一定是便宜的。所以啊，这个也是看了上一次我的直播他来的，他叫 Alex 的，对不对？他叫 Porsche 啊，他叫 Porsche， 西北有钱的，你看他耍爱耍爱的脸，他妈很有钱，老板来的，他老板来的，你按大力一点啊，他老板，你按越大力，他给你多一点钱，啊，好，省的 ，tips 比较多，对不对？他好像那时候买1000块的配套。500送500的、啊、对500送500的 对不对？500送500，对呀、啊嗯、他很支持王雷，很支持王雷。那今天他在做什么？按摩，就是他按摩、给你选了30分钟按摩背部或者是脚部、随便你。要拖到完的吗？我摸了没有他有穿裤的、可以打开啊可以啊，可以打开啊，你看、哇他的肥肉这样多，哇我肥肉这样多，你别没有看过这肥肉这样多，哇你要减肥了嘞。他们问有几个分行哦，只有一间哦，只有一间。我们都有穿啊，都有穿啊，就是啊，哇，早就应该开了，我们，对，刚开亮一点比较好，因为这个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以正统的，我们没有乱乱来的。来，然后他现在按的呢是没有那个香精油的，没有香精油的，如果你们要的话，我们今天也是有。有个，好不好？来，继续。好好好 okay. 这个是背部的、按摩啊。对。我们今天我特别推荐有一个，我推一边这个，来这个我特别推荐的。这个、OK， 我直接跟大家讲哈，我们今天呢这个按摩呢，如果你们要单做身体的话呢，它今天的 promotion 呢就是。OK， 我直接跟你们讲价格好吗 ？OK， 今天我们有一个 promotion 呢，就是做60分钟的身体按摩啊，全身按摩，再加一个60分钟的脚底按摩，还有 free 你一次的拔罐或者刮痧。OK， 它这样子哦，一全部啊，只需要105块 net。OK， 一个人，所以是非常的值得。你看啦、啊，你要换他的衣服。正常。啊、yeah. 有啦，一定有啦，没有他的人说随便你，你们要穿内衣也可以，不穿内衣也可以，这个看得到，没有牛，他妈的，有牛啦，没有、啊、没有，不用紧，看不到，不用紧的啦，内衣而已吗？啦，没有看到那个，没有，给大家看一下，你们要穿他的 uniform 的，所以你在按摩的时候你要穿脱到完，因为脱到完比较放松，比较放松到完，这个你们的选择，你们自己的选择，来，师母也是这样，哎呦，我觉得今天花啦有一点点皮条，对呀、啊，它有一点点这样漂亮，漂亮漂亮。所以你看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服装，你要轻松都可以。连这边饮料又是免费的，对不对？对，很多。你看那个就是 free 的。对，饮料。对。你看，给大家看一下啊，他现在等一下去做脚。木
女装，还有啊、按摩，对，对不对？啊、来，你们去先，我们去先。我们要去享受了，不能，他们两个要做工，我们去按摩。大家知道，他们按摩脚的时候啊，来，他们要洗脚。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消毒过，他们全部都是用都有消毒过啊，红的啊，都有消毒过，都有消毒过啊。这种古啊、国仔，国仔，国仔。如果新加坡啊，你现在已经开了嘛，你觉得哦、你觉得要放松啊？我觉得我大力推荐，来这里，因为这一个、啊、我已经跟他、啊、合作两次了。对，然后他也是在我们的中间，就是在 Plaza Sing 的这里的这一个 area， 最靠近 MRT 是 Bencoolen MRT， 然后我们是在 Rendezvous Hotel， okay, 三楼啊，来我们拔罐在这边。哇，我们今天呢、啊，如果等一下啊，你可以下单，一个小时按摩，一个小时脚部按摩，就两个小时。而且他这个拔罐的时间是另外算的，对，不是说另外算就做到来差不多要半个小时，总共你要花两个半小时在这边，你才还105而已，很值得。有咖啡喝吗？有人要问有咖啡喝吗？有咖啡有没有？没有。咖啡凉茶呢？凉茶啦，啊、杏仁茶啦，红枣、什么啦？你不要跟我说你要买喽。We are looking your mother. We are located at Rendezvous Hotel 啊， Rendezvous Hotel。看啦，我们这边呢是做火罐。火罐啊，拔罐啊，火罐啊，okay, 然后呢，有很多朋友会问说，为什么你应该尝试火拔罐呢？是有一个research 啊，有一个研究发现呢，拔罐可以疏解关节炎 ，OK， 还有这个高血压、偏头痛、焦虑。忧郁症、过敏，还有哮喘哦。哦，哮喘都可以啊。对，因为它可以把你身体里面的毒素啊，全部杀出来。所以你看它放这样哦，它的身体开始红红了。跟大家讲啊， okay, 因为这个拔罐啊，我们是算在那个105块的，对，所以相当有划算。这个不是每次都有啊，是今天的直播有送哦。只有今天的呀、啊，你看拿、啊、这个拔罐，对，按摩了。跟脚诶、是按摩了才做这个哦，对呀、啊，做了才来脚部按摩，可以，那、就是啊、按摩了才能做这个拔罐，也可以，顺便啊、做了拔罐按摩也可以，都可以的，对，都可以啊，都可以的，你们喜欢呐、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我们没有偷工减料的，但是我坚持啦，因为我看到两个半小时包到完才105块而已。才105块，我觉得相当便宜，所以给大家看了，我们没有，他们来拔罐也是这样多吗？他们问78岁可以做吗？可以，87岁可以吗？啊，87、78都可以。跟大家讲啊，你们拔罐他来也是这样多力吗？对啊，这样多力啊！哇，你不要说来到这边只有2例而已嘞，没讲啊，这样多力啊，不是来到这边还、只有2例、3例而已啊，全身啊，你的懒派要 keep 都可以。你的两米冷拍要 keep， 我们都给你个可以吗？脚也可以，胸部可以，搞完可以吗？搞完了，大哥你要不要搞完？来两粒，你帮我，我帮你啊，我帮你。搞完来两粒要不要？妈的，所以我们是整个补衣服的、啊。麦衣仔可以矮麦衣仔。可以来的。嗯，就是整个就是105而已啊，对，105要下单，你们去抢先，因为这个只有我们限制只有100套而已。很多人问在哪里哦。啊，给浪，啊，没有啦，不要乱来啦，不是给浪哦，我们这边24小时啊，24小时，你半夜来都可以，1点、2点、3点来都可以，你放了工，你做夜工来都可以啊，我们都可以啊。如果不要拔罐，可以换别的吗？啊，有刮痧，等一下 ，OK， 有刮痧，然后呢？重复多一次，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拔罐呢是没有包括在那个120分钟里面的，对，就是60分钟的全身按摩，60分钟的脚底按摩是没有包括在做这个拔罐的，这个是另外做，所以你弄到要两个半小时，对，你赚到不要赚了，呀，啊，两个大概啦，大概两个半小时 ，OK， 他讲什么？你问他痛吗？会痛吗？他问我爽吗 ？OK， 搞完要不要？啊，搞完 OK 啊，弄两粒给他搞完，来，对，然后很多人问要怎样下单，要怎样报名 ，OK， 要下单的朋友呢，你们不要看到完先啊，对，因为我这一件我已经做了第2次了，我们整身板，等一下他们要直接下单了，可以，我跟你讲，这个最有划算了，号码是给他了，因为这个只有100套而已啊。
这个105的，我今天推荐，但是它不是 offer 这一个，等一下是 offer 另外一个，你们要等吗啦？我觉得，因为这个你们不要等，你们就先抢喽。对，因为等一下还有一个75块，但是没有。没有按摩，有人。可是如果不是每个人都要做全身按摩，有时候女生来月经不可以做全身按摩，可是要脚很痛，真的要按摩用脚就做脚底按摩。来，脚底我们有这个。Okay, 嗯，没有，不是这个，我们做foot scrub 还有就 foot scrub 咯。Okay, 他们脚的等一下，等一下，我们不要乱，要这个。刚才我介绍的是105的，对，105的一个小时按摩，一个小时脚步。半个小时打飞机，打飞机，打你光干呐！你要来报警做啥？他说叫你打飞机，有了你妈了，直接跟着杀你妈！这个刮痧还有这个拔罐呢，是大概20到30分钟。大概了，有没有点蜡烛的？我那家问有没有点蜡烛的？没有点蜡烛，没有点蜡烛。有没有点蜡烛的？会震的，这边就我们讲会震的背部按摩就是这样。来，我们要准备那个花蜡的，准备了没有？做了没有花蜡的？花拉的不要好、哦、做了没有？花拉在那边了啊，要开始了，来介绍。OK， 我们第一样开始先。OK， 这个按摩呢都是有跟脚的在一起的、okay. 啊，都是有跟脚的按摩在一起。OK， 刚才呢你们有看到那个拔罐呢？其实我们的每一个脚按摩加身体按摩呢都是有 free 一个拔罐还是刮痧的。OK， 所以你们可以看这里，看这里。OK， 我们有两种 ，OK， 一个呢就是没有用香精油的，就是上面三个啊。如果你们做60分钟的脚底按摩，再加30分钟的身体按摩呢，只需要85块，还有送你拔罐或者刮痧。OK， 如果你讲说，哎，我要按比较久一点的话呢，就45分钟脚加45分钟的身体按摩呢，只需要一样85块，一样也是有送拔罐，还有那个或者是刮痧。然后呢，最后一个呢就是这边 ，OK， 就是我们用香精油的按摩，它是有60分钟的脚底按摩，再加30分钟的身体按摩呢是95块 net 啊，全部都是有包括刮痧或拔罐。OK， 45分钟脚，45分钟身体，九个字呀，95块、嗯。还有，如果你要用香精油按整身，还有按脚，按脚是没有香精油的啊。嗯。有啊。哦。按摩油。按摩油，脚就没有了。啊。啊 OK， 就是60分钟加60分钟呢是115。OK， 115。OK 啊、嗯，这个是按摩啊，背部啊。一定要。来，我们来过来脚步的。来，去找花啦。啦啦啦啦啦加一秒。OK， 如果你们要单单两个小时的按摩，你们都可以 WhatsApp 我们 ，OK， WhatsApp 我们拿价钱。来，你看呢、啊？还要给他洗脚先拿、啊、洗了吗？洗了，洗了。哎呀，洗了。我们洗多一次可以吗？给大家看一下。来啊，因为我说，我们要给人家看一下，要洗脚，你们一定要来要消毒的，要消毒啊，一定要给人家看呢。啊，你要洗脚。要洗脚，这样自己洗的吗？正啊，没有正正正了，泡一泡脚，泡一下，泡一，里面有药的吗？有，里面有海盐，海盐啊，对，里面有海盐啊，里面有海盐的，来这个海盐的啊，给你舒服了这个海盐，啊，来，来，谢谢。来 okay, 所以现在花拉在做的呢就是脚底按摩，然后他现在是在洗他的脚 先 OK， 然后泡脚了过后呢他就要做这个磨脚皮 OK， 这个是免费的哦 OK， 有包括如果你们平时来做的话是没有这个磨脚皮的这个服务的 OK。 这个我先来第二次了啊，如来神脚，我跟你讲啊，这一件事我新来，因为我本身来这边按过摩，我太太也是按过摩，你问他耶、yeah. 啊上次我来过了，现在第二次了，来，这个没有啊，这个啊，海盐啊，如果刚才跟大家讲你不要，你们不要拔罐，他可以免费给你这个去死皮啊，这个不是 ，no， 没有，沙拉沙拉 ，wrong， 对 ，OK， 那个是刮痧或者拔罐啊 ，for body plus。OK， 然后这个单单做脚底按摩啊 ，leg only 啊 ，only leg， 那个价钱表在哪里啊？来，价钱 OK， 这边 OK， 如果你们要单单做脚而已呢，我们今天有一个配套呢，就是做90分钟的脚底按摩，然后呢还有 free 你一个这个磨脚皮 ，OK， 今天只需要75块按90分钟
OK， 然后我们每个按脚呢都是有用那个按摩膏，对吗？对，按摩膏。OK， 然后如果你讲说，哎，我要按久一点，我要按两个小时的脚，有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脚底按摩呢，一样有 free 你这个磨脚皮的这个服务啊，是只需要95块 net， OK， $95 net。然后我们今天呢，你们如果有花100块，这个是有吗？100块也是 cover 这个啊？什么100块？这个 free 100块，这个100块是有包括在这个价格表吗？老板娘，这个100块的 spending 呢是有包括这阿拉卡全部吗？没有，要阿拉卡，不是啊，就是阿拉卡啦。嗯 ，which is 没有 promotion 的，就是不是这个啦，就不是这些啦，像我就没有啊。OK， 我要做刮痧给人家。哦，你要刮痧？不是，我叫另外一个。OK， 所以现在花拉姐呢是在磨她的脚皮 ，OK， 她在磨脚皮，然后我们磨脚皮呢都是有放水的，所以你们磨了就不会这样痛 ，OK， 所以哈，今天的这一个磨脚皮的配套呢，90分钟，哎，不是磨脚皮配套，脚底按摩配套呢，90分钟呢是75块，有包括这个磨脚皮服务 ，OK， 120分钟呢就是95块 $95 net 啊，然后也是有 free，OK，、okay? 跟今天呢要下单的话呢，你们可以 WhatsApp 我们8833577，然后 Pay Now 号码呢是66778777，哎，不是，这个是 Booking，OK，、okay? Pay Now 号码在这里啊 ，PayNow 号码呢？你们就去 PayNow UEN 号码20121438 1K。可是 before 你们过钱呢，你们先 WhatsApp 我们哈，不要过钱了，然后没有信息我们。跟大家讲过一次啊，就是按摩脚跟按摩背部，我们刚才第一个不是95块的，哪个啊？这个啊，就跟大家讲啊，脚部按摩。90分钟，一个半小时，就 free 给你什么呢？ free 给你这个磨脚皮，磨脚的啊，就是整套啊，今天算你75块，对，一个半小时啊，这个一个半小时啊，如果你要两个小时，一样，好不好？两个小时加多，你半个小时就要多20块了，95块，95块啊，就是跟你70平见海盐，就是跟你按摩你的脚两个小时，对不对？啊？95块，对，但是我还是推荐那个105的。你们要就是那个105，我觉得那个105啊，你看啊，105啊，来，你看啊，105，来，你看拔罐，它有拔罐，来，这个拔罐大概20分钟了吗？啊，拔罐20分钟了吗？来，那就这个拔罐啊，拔罐加按摩背部全身啊，全身按摩一个小时，脚部按摩，我太太这样。一个小时，啊，你太太帮我按了，你总共要在这边两个半小时，你才还105而已嘞。为什么不可以？我觉得这个比刚才那个按摩脚两个小时跟按摩脚啊75，哎，一个半小时更有划算，这个更有划算。对，然后呢，如果你们有人问做拔罐有帮助于什么 ？OK， 拔罐呢，它能够帮助促进你们的血液循环。然后如果你们有肌肉疼痛啊、关节痛的朋友呢，你们可以来做拔罐来舒缓这个疼痛。OK， 然后如果你们经常有偏头痛啊、过敏啊、哮喘的朋友呢，是有一个啊，喝酒过后，喝酒的身体会有风。红墨红墨红墨，我红墨啦，我红墨啦。你看，我是不是推荐这个比较划算？哦，没有，主哎那个什么，主那叫爸，什么主那叫爸，主那姓，主那叔伯，啊，听到恐龙出来了。来，给他这样啊，我觉得呢，你们相信我105，但是你们要用两个半小时来这边啊，对，按摩全身一个小时，脚部一个小时。这个拔罐一个小时啊，半个小时，20到30分钟这样啊，来给大家看一下刮痧。如果你不要拔罐，你不要拔罐啊，来，哇，这个好像干冰啊，这一片大地，这点大地，来给你们看一下啊，这个就刮痧，你们。这么今天你的模特全部大字，看到吗？大字啊，来给你们看一下啊，这个刮痧就是给你要刮痧还是要拔罐？我们有药油的啊，用什么油啊？你那个很香哎，不是，中药，青龙膏，青啊，
来，你用什么、啊？你要给大家看啊，来，青龙他是用这个的、嗯，用这个跟你刮痧。这个刮痧有什么用？刮痧有帮助于什么？有帮助什么？除它没有酸酸痛，它没有痛，就是帮助。OK， 帮助身体肌肉酸痛啊，有时候也可以帮助除湿气啦啊，两个都是有一样的，一样的。因为有些人不要他的那个哦，有人不爱吃的几粒啊。有些人怕那个一粒一粒一粒啊，很久才花掉啊。这个刮痧哦，所以啊，我刚才讲那个105的啊，105块就是一个小时背一个小时，你要不要这样长可以？妈，你看一直红红讲，你要45分钟耶。热气哦，你不要一个小时，就是刮痧或者是那个拔罐啊，就按摩45分钟，脚步45分钟。才85块，便宜15块啦。我还是觉得说那个60分钟，六十分钟最值得，最值得了。对，因为100。你搞诶，你唔三唔四，对，会给你们越久越爽。对啦，我就觉得呢，你看45分钟。来这边还有凉茶可以喝哦。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你可以选择，60分钟脚，30分钟背部。啊，这个啊，还一样送你拔罐还是刮痧，你自己选，85块。85块、嗯，但是我觉得还是那个105才加多20块而已的，一个小时嘞，你这边呢、啊、按摩啊就可以多一个半个小时。那个60分钟，你都在这边两个小时半了，才105块哎，他们 aircon 啊灯都要钱。饮料嘞 free， 有板凳有什么都有，所以你下单马上你写一个105，人家我的客服就知道你们要105还是80还是95，不要打电话来啊，不要打电话来，不要打电话来，我先我们啊。我想我们呢、啊、OK 号码是8833577788335777，马上外线我们那个105啊，只有100套而已啊啊，因为它是 offer 的。有人说啊，下了单几十了做都可以，可以可以，你可以做 booking 啊，明天来都可以，今晚来都可以，可以预定时间啊，你今晚可以，因为他们开到几点啊？四点啊，所以等一下你2点来都可以，对，你2点来做到来刚刚好帮刚。可以的，可以的、啊。可能等一下你会看到我，因为我等一下有来按。你要来按啊！我要来按啊！迟一点，因为等一下我们开了会还要到回来。对，因为我们哦，我跟你们讲，我们去马来西亚，我们两个很容易累，然后整身真的很痛。对，酸痛酸痛。你今天对我太好了，你懂我？昨天我只睡了2个小时，因为他 OD， 等一下他又要回去 OD。现在他过了山就帮你做，真的帮你做按摩。已经开始了。对呢，舒服吗？舒服啊。舒服吧，来的正是时候没？对不对？我们你慢慢做，慢慢做。因为老板 sponsor 的，老板说如果收钱啊，林北一定屌他。等一下，师傅，我们刚才讲的那些配套哦，他们不用先还钱、哦、啊？他们可以来到这边做了过后呢，才还钱。哇！哎，没有人这样做生意的。对对对对。啊 ！COD， 花到付做完再给钱哦。付款，可是大家他们这样子做呢，是对我们每个网民啊，对你们呢都有信任，就是讲说真的，不是王雷的关系 ，support 你啊 ，support 我的，不然每个人要还钱很麻烦，倒不如来这边，因为他们是开门见山做生意的，你们要来就来，不来他没办法。这里的地方很大，很大，这一间哦，还有隔壁按摩的隔壁，我们按摩不是这边的呀，隔壁啊很大，他可以过去吗？可以过。可以，哎 ，WiFi 可以过去看吗？连得到吗？我怕我 WiFi 过去会断吗？不会。啊 ，OK， 来给你们看那按摩另外一个地方，你们100人都可以啊。很大，这边很大。你100人都可以啊，你下单啊，88335777。我靠，那个，啊 ，OK， 啊，我靠，你看啊，对，水源到水啊，水给你们随便你选啊，来，全部你们选要喝什么水，随便，免费的，免费的。所以来到这里啊，给你们看一下，来，我们的酒店就在这里，来，你看啦、啊，你看到这边有 7-Eleven， 来，我们这边是一间酒店，啊，酒店你坐 escalator 上来，啊，我们在三楼，来就是这一间了，你一上来 escalator 就是第一间了，来，你给你看一下，我们的按摩的地方，啊。不是他鞋子，他鞋子。我们这边是另外一间，连拜六礼拜四可能满的、啊，所以你们要预约。你们找 Sherry， 你们也可以找 Sherry 多人呢，那个多人呢。他没有按啊，他只是做前台。来，我们这边也是另外一间，所以你看，
这边一样洗脚，两间都是我们的。我觉得这一间，哎，我第一次看到的，我卖东西啊不用还钱呢、嗯。我卖海鲜 COD， 他竟然按摩都可以 COD， 来到这边做了才还钱。师傅，你记得那时候我们不是有那个500 free 500块的，对对对对对，啊，现在还有吗？今天还有，来跟大家，我哇，好看好看，我们要坐在一个地方跟大家讲，如果你下单了，你可以换，你可以换的，你来到现场，你找 Sherry 也可以，跟 Sherry 讲一下，因为你慢慢跟 Sherry 讲，他有奶奶吗？你慢慢看，我要这个，我要这个，你就可以看到奶奶，对不对？不对，被他妈的，不可以，肮脏肮脏的，来 ，OK， let's go back， 来，我们公布一下。刮痧成功了啊！讲到完了，来讲到完了啊 ！OK， 我们全部大家都知道啊。楼下也是很多东西吃哦。来，哎，我要转过来是。干嘛了？干嘛了？不，干嘛了？不可以。好，来了，嗯。OK， 来。今天呢，如果你们喜欢我们这个如来神脚，如来神脚啊的那个服务呢，你们讲说，哎，我不要单。不要打电话，不要打电话来。我不要单单只是。那个按摩一项一项，我要经常来的话呢，我们今天呢是有多一个 promotion 的，可是这个呢就需要你们先付款 ，OK？ 这个 promotion 呢就是，如果你们今天你们放300块的的 cash，OK？、Okay? 我们会给你一个多50块的 cash credit， 就是350啊？对，哦，赚多50块。对，还会给你多一个50块的 cash voucher， 总共400块。对，然后这个 cash voucher 呢，你可以收住自己用，还是你可以拿给你的朋友用？哇、哦，可以转转那，可以转那。对，只是 voucher 而已啊， voucher 而已。OK， 然后每一张呢都需要花最少100块。OK， minimum $100 they can use one。用钱我们可以来找 Sally。对，我们另外一个开了，如果要买500块的呢？如果他买500块的，我们就给他多100块的 cash credit。哦，就是买500块拿到600块。Jesse walking 没有啊？没有这个 offer。No walking 哪里没有啊？有啊，只有直播啊 ，walking 没有。你要 WhatsApp 我们8833577，先留个名，一个 contact 他们才有啊。At where？ At where？ We are at Rendezvous Hotel。Rendezvous。Rendezvous OK， 三楼 MRT 是哪里？对、MRT 最靠近是 Bencoolen， otherwise you can also go to Plaza Sing， 然后你走到 Soda 对面， OK， Soda 对面。从教讲，按摩如果按一半不小心走火怎么办？啊，他会跟你叽叽叽叽叽叽。来，他地址。Sally 来，问 Sally 啦，问 Sally 最好。这里要问一下，刚才那个坤贵讲，他按到一半，下面走火怎么办？下面走火啊？我们有泼水了。哎呦！啊，泡面好气啊！你哪位？他妈的！哎呀，阿婶，你看人家多么大胆 ，stay 的。他们讲 buy package 可以给家人用吗？可以。OK，actually 你们要给朋友一起 share 的话也是可以的，只是说他那个 main 名字啊，就是那个名这个配套的名字的那个人呢，我们这里呢会先打电话跟你确认过后呢，我们才会让他用。Parking 啊 ，Parking 没 free Parking。Free Parking 的话呢，今天只要你有拿我们的这个配套的话，不懂看不看得到？这个啦，懂吧？你可以 see，can see，no can see，OK，OK。所以今天如果你们有买这个 cash 的这个credit 配套的话呢，每次你们来都有一个 complimentary cup， 还有 free 的水 ，OK，free 的水。所以你放300块呢，就会 free 你多一个50块的 credit， 还有一个50块的 cash voucher。然后你放500块，就给你多一个100块的 cash credit， 还有100块的 cash voucher。放1000块的话呢，就会 free 你多一个500块的 cash credit， 还有一个500块的 cash voucher。我觉得最后一个是最值得的。如果你们经常有按摩啊，还是你们整个朋友啊都喜欢按摩，你们都可以拿这个。OK。Kelly 是你老公啊？不是。干你呢？因为不要做我太太来开玩笑。哎，我跟你讲，有人问我什么啊？有人问我什么，你知道吗？500啊？
还是一千？五百还是一千？五百。五百。哇，罗子，谢谢罗子大哥，谢谢罗子，五百块。他挂了爽啊！他刚才挂说挂了舒服啊，挂了舒服，直接按摩啦，直接去按摩，不用脱了啊。等一下我叫那个人跟你讲。有人问我这个 NDC 可以用吗？哦，他们问啊。我跟你讲，这个 NDC 不可以用。你是 Cold Story 用，你拿去 Cold Story， 你拿去 Cold Story 用。赶紧。OK， 然后呢，就是如果你们有拿这个配套的话呢，你们一定要先 Pay Now 啊，要 Pay Now 我们。啊，这个。OK。100块就可以了，然后下来再confirm。对。OK。今天如果你们要拿这个配套的话呢，你们只是需要 pay now 一个100块 to secure 这个配这个 promotion 啊，然后到时候你们下来过后呢，我们再拿整个 amount 的 full amount， 比较划算。No expiry 啊，你说？哎 ，OK。没有，他们问啊，那个单独的那个 set 哈，他们可以买两个还是五个吗？哪个？还是一个人只可以买一个？哪一个？那个95块105那个啊，可以，你要两份你就写两份，可以啊啊，夫妻都可以来的，夫妻都可以来的。就是如果我要那个105的，我要买五个，可以，我 just 买五个人来。来怎么？五个人来呀？五个人来啊？就是不可以一个这样用啊？没有。你们一次两个人就要拿两次人来啊？不可以说我今天买一次，我今天来一次，我留一次下个礼拜可以吗？哦，等于就是讲说一个人一个而已啦 ，OK， 是不是？直接不五个，五个啊，那就是五个人来直接。一次五个人呐，哦，了解。你可以买十个人，就是一个人，就不可以收，啊，不可以收的，不可以收，因为 offer。嗯，来，有人要问你，问我什么？怎样联络你？Go Hop Lu， 6677877。啊，六，他讲多一次，什么鸡什么鸡啊，干巴鸡鬼，啊，没得鸡什么鸡？6677877。没有男朋友，高露没有男朋友啊？没有。还有没有？他们问你可以双飞吗？可以。哎，我问你，人家问你的胸部多大？胸部。Eric 问胸部多大？你觉得多大？啊，多大？我要摸才知道，这样我目测我就不会，他我就知道，他就比较不一样的，好不好？啊，要你的手机可以吗？人家说。哎，他的手机号码是88335777。对对对对对。哎，谢谢他了。哇，谢谢罗子大哥。罗子。哇。来，你看，干妮娜，你们单单来看就够了，哇，你是哇500块。等一下还要做工了，有空没有？等一下啦，看男生啦，哇。师母，你看你老公。哇，罗子500块还钱啦！罗子没有，罗子啊，谢谢啊，马上还钱，谢谢罗子，妈妈你们可以慢慢按摩。哇，谢谢，刚刚来哈，第一次来吗？第一次，第一次来啊，谢谢你啊，有打广告放心。他如果他们 service 不好，你可以投诉我，你可以投诉我。来，你看，哎，刚刚来的。他们刚刚来的，我 walking 啊，啊，两个他多啊，对，身体的话，对，公会麦克，要不要跟你讲话？来啊，所以啊，因为这，老色狼，真的是，有没有捧 BB 有啊，有捧 BB 咯，我叫阿哥跟你捧 BB 啊，干你呐，跟你讲这边是亲家要捧 BB。对啊，所以如果你们今天要下单的话呢，你们都可以 WhatsApp 我们8833-5777，明白吗？不明白可以 WhatsApp 我们，好不好？等一下，我要陈雷帮我按，可以啊，你一分钟到你的。台湾。啊，来问啊，如果有香港脚，不可以不可以？什么脚都可以。香港脚都可以啊，可以吗？可以。香港脚，第三脚三只。没有。第三只脚。可以，去台湾。都可以，那你自己讲什么脚都可以。那第三只脚，第三只脚，第三只脚，四只脚可不可以？只有两只脚可以。对，第三只脚不可以。有啊，刚才小丽讲可以，自己去堆了，自己做了，对不对？如果我要下五单，可以按几次？
少一只脚有比较便宜吗？这个我们不要，这个我不敢玩，这个我不敢玩，不可以。好，别的玩我们这个。小林，这个不可以。什么我都可以玩，这种我不敢玩。宗教我不敢玩，政治你别不敢玩，这种我不敢玩。我什么蓝教都玩，就是了，这个教我不可以玩，好不好？有剪指甲吗？没有，这里不是 manicure。你如果要剪指甲的话呢，你们可以 WhatsApp 我们89110888，因为那边呢有帮你剪指甲。修指甲、涂指甲油也是有 ，OK， 号码是89110888。单呢，金木拿有没有香蕉？油案拿有香蕉，有，我这边有，我这边有啊。要等我录着那香蕉油就会跑出来。香蕉皮给你呢，来，可以叫巧儿按吗？可以，巧儿的阿妈来按。一零五啦，啊，巧儿阿妈。阿妈，已经在那边。一季啊，我的老人。有人问105包括什么？105呢是60分钟的 body massage， 然后60分钟的 foot massage， 还有包括 free 的一个拔罐或者刮痧。OK， 罗子那个刮痧好吗？好啊。我罗子说刮痧好。痛吗？看起来这样，哐哐哐的。啊，刮痧不痛，不叫刮痧。我会痛哦。我只说会痛。我不敢，但拔罐会痛吗？没有，其实讲白了，刮痧是最好通血脉的。拔罐拔罐有些地方盖不到吗？盖不到。哦。但是是痛的，刮痧是痛的，但是它的功力啊，就整个背部血液就会走。连他拔罐有理由，因为有的地方不通。睡冷气房的话，一定要刮痧。哦，连我人家问哈拉的吗？哈尼妈的拉，哈拉，卡尼娜，什么？什么？这个啊？什么东西？哪一个？单人讲过一次了，来。好像在那边，好像在那边。刚才那个单人啊，我这样用背看看啊。45分钟按摩脚部，再加送你一个祛湿皮。75块，75分钟，90分钟，75块，包括祛湿皮，你要一个半小，两个小时就是。OK， 我直接给大家看那个单 ，OK， 我们直接给你们看那个单啊。今天呢，我们有卖这个单脚，然后 combo， 还有一个是 aroma， 就是有香精油的 ，OK。然后呢，这个脚底按摩呢是90分钟。的话呢，有 free 一个那个刮去死皮的，就是75块；120分钟就是2个小时的话呢，就是95块。然后 combo massage 就是 massage without the aroma oil aroma therapy， right？ 就是60分钟按脚，30分钟身体哦。还有 free 拔罐或者刮痧的话，就是85块。然后45分钟脚加45分钟身体就是85块，然后60分钟脚加60分钟身体的话呢是105，还有 free 你一个拔罐，还有刮痧，就很多啦。你们自己看 screenshot。来，啊，有人说可以妹妹按你的冷趴吗？可以了，叫又是乔达嘛，可以了。来，阿妈玩好，已经灸醉到生皮了。妈的，刮痧会痛几天？他们说刮痧，应该不会痛，不会痛。Can do birthday party？ Can， 干你呢？什么冷趴都可以，真的可以。包刚才那间，包那间可以，真的。100块只可以用一次，对，105啊，105。没有，你如果买这个的话，你就不可以买这个啊，对，这是 promotion price。Any expire？有没有？没有，如果你们要买这个 credit 的话，就没有 expiry。然后这个的话有 expiry 吗？有 expiry 吗？没有，5天没有 expiry， 你不了几次来都可以。啊。没有 expiry， 你不了等中秋节来都可以。就是我们给你5天的下单。我们这个直播到星期一，好不好 ？Promotion until Monday。如果你做中秋节还什么东西，如果有出什么状况，我们是有这个叫什么？这个叫 K Strata 啊。我们的公司是有 K Strata， 所以你放心，你这边你看，我们都可以给你收证现钱先的。Package 我们 steady 就是给你来到现场，我们才。But you must make appointment by Monday。对。Is it？Must make appointment by Monday. 看你几时要来啊？For 这一个啊，你一定要 make
appointment by Monday to confirm. Elvin Lee. Free delivery. Free. 你一上来啊，你做 taxi 什么？你说按摩，你不要还钱了，你看被人家打吗了？那你呢？全套有没有包？有包点心茶点。没有，我们包花柜。啊，给你吃花柜。哦，我们Sunday open yes every day open every day open. I very 什么 ？I very confused. 什么意思 ？No， 因为他讲他很乱。OK， 今天呢 ，today we got two type. OK， we got two type. If you want 单单做的话呢，单单做一次性的那种呢，我们今天是有卖，好像来一个 trial price. OK， it's like a trial price for new and existing customer. OK， 就是说如果你要做一次的话呢，你可以买这些。然后好像你今天，好像今天你买一个脚底按摩，还有一个combo massage的话呢，你当天来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两个人来。OK， 不可以讲说我买一次脚底按摩，然后一次 combo 两个分两次，不可以。OK， 没关系，有什么问题你WhatsApp我们。嗯，好WhatsApp我们客服会回复你。你现在WhatsApp我们就是下面的8833-5777。快点来，我刚才一直推荐那个105块的，还是一样，讲多一次，按摩全身，按摩全身啊，按摩全身啊，60分钟，一个小时，脚步，脚步按脚步，一个小时，按脚步啊，一个小时啊，一个小时，再来呢，就是你要刮痧，或者你要拔罐，105，两个半小时，105。我坚持推荐这里没有冲凉哦，没有冲凉，没有 no 干净啦，有 go back 冲了，干净啦，有人就冲，干净啦，你自己冲，冲了这边有了，Sherry 还推你去晒太阳啊。然后我们也是有这个 credit 的这个你要买了 promotion， 300送100，500送200，1000送1000，对，好不好 ？OK， 你可以用啊，你们都可以 screenshot， 下单啊， okay， 然后呢？如果要下单的话，就8833-5777。然后我们今天的直播呢，要告一段落啦。然后我们也要谢谢如来神姐，再次邀请我们啦。我们第二次来了哦。OK， 要不给一样 WhatsApp 我们 make appointment 也是一样的号码，8833-5777 88335 8833-5777 Yes， OK， 拜拜。明年我明天公益三场直播，7点到8点，8点到9点，9点到10点，你们就看我们，我们是八平塔，八平频道。OK， see you tomorrow， 拜拜，明天7点直播到10点，拜拜。